欢迎大家收看这一场比赛。今晚的天气三个字，冇得弹。而观众席上球迷的气氛亦都同个天气一样咁好啊！我哋都可以感受到球迷对呢场波系有几咁期待。始终都是一场很大型的赛事的嘛。虽然离这个球场的交通，喂，老实讲了，真的不是太方便的。不过看到现场的情况，大家都知道什么事，完全座无虚席啊。背景够晒壮观了，声量都够晒。不知道球员会为我们带来一场怎样的比赛呢？开波了，中国对日本。今场波第一个角球出现了。哇！有惊无险啊！霍智星同对手单对单，祖奥拣思路，龙门攞走咗个波啦！咁今日边个球员最吸引到你嘅目光呢？马高斯洛兰迪咧系近几年令人惊喜嘅一个球员啊！有时候换咗个教练啦，或者换咗个踢法啦，都会令到一个球员脱胎换骨嘅。佢可以话系而家最全面嘅中场之一。我嘅谂法直头同你一模一样啦。呢个球员嘅表现啊，对今场波好紧要噶。哇！扎稳个马，成功咧就系攞咗个波。马高斯洛兰迪想接应啊！成个反击都唔错噶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。哇！呢球有趣喎，球波俾得好少少嘅话咧，结果会好唔同啊！嗱，可能咧沟通系出现咗少少问题啦，有啲牛头唔搭马嘴啊！马高斯洛兰迪、霍智星一对一嘅话咧，个对手唔易应付噶。啊，谂住呢场波主场嗰队咧会系早啲咧争取表现嘅，打落又唔系咁，大家都系勒住勒住。俾压力对方啊！呢一下够晒睇头啊！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试下解围啦，踢啦！基安劳基当拿龙马呢球波救得靓啊！传个波入嚟，错啊！射啦！基安劳基当拿龙马捉晒路啦！哇，救得真系靓啊！唔错喎 ，good job！ 清走咗啲球波，直射，祖奥拣思路，菲尔科顿呢下救命啦！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重要关头做得好啊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！今次得唔得啊？要救到啲球波，你估咁易噶？射得靓，救得妙啊！日本第二个角球，对手到而家咧都仲系得一个角球啫噃。掂唔掂咧？龙门挡得好啊！嗱，第二次啦，好波啊！呢球波咧，應該係佢第十個入波嚟噃。喺正嘅龍門前面點射都入啦，係嘛？哇！喺禁區入邊，啲後防去曬邊啊？有咁多時間俾佢，梗係唔會射失啦。領先1-0啊！嗱，依家就唔係領先好多嘅咋，仲未可以放鬆噶。呢球 OK 啊，踢去側翼嗰邊，清走個波。祖奥拣思路，成功清走咗啦！
啊，幾有心思喎，不過實行唔到都冇用啦。菲爾科頓就絕對唔想輸俾呢個對手嘅。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哇！跑得真係快啊！一開始反擊好好噶，不過有頭威冇尾陣。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喂，傳歪咗，睇實邊個喺前邊啊！呢球波擋得好啊！踢到而家都仲係得一個入波，而家嘅比數咧係1-0啊！而家嘅比數係1-0。尼馬攞咗個罰球翻嚟。射得好勁啊！喺眼前都幾多選擇嘅喎，好嘢啊！食曬個位，快啲帶上前面啦！加華迪奧呢下睇嚟似犯規，係啦，冇錯啦，球證就吹雞啦。嗱，睇嚟球證咧有些少想攞張牌出嚟噶，不過結果最後啊都係警告啊算數啦。霍智星，半場完啦，半場休息時間，目前咧就得一個入波啫，咁比賽咧仍然係激戰嚟噶，睇下下半場會點啦。我想球員和球迷都很滿意現在這個比數的，問題就是可不可以 keep 到完場。日本捏住一球，在更衣室裡面的氣氛應該不錯吧。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. 比賽再次開始，日本這場球不如當0-0地踢吧。霍智星冇计了，阿布勇树清走，追得好贴啊！日本就睇嚟半场换咗人噃，喺而家咁嘅情况，你如果半场去换人咧都啱嘅，截得好，尼玛，尼玛唔会想输噶。呢度有睇頭喎，暫時解除咗危機啦嚇。啊，呢個 matchup 幾得意啊！中村俊輔一對一嘅話咧，呢個對手唔易應付噶。成個反擊都唔錯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。加華迪奧。哎，好快清走咗啦！哎，好快搶翻啦！個波喺菲爾科頓腳下，腳法好好咁噃。個波傳向左翼，好波啊！邊個會追到呢球波啊？反攻啊！中村俊輔嘗試喺右路一直衝落底。找到空位了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先。反击的时候不够专心，失败。机会这样浪费，失败。射门啦！这球真的可惜。这么漂亮的比赛，嘥了真的可惜。
咦，兩邊咧都利用呢一個機會去換一換人喎，執執個陣先啊。兼咩？有咩意見啊？喂，時間仲剩翻好多喎，唔係咁樣拖到尾啊嘛。威廉沙列巴、加華迪奧、向串做得好，解除危機啊！我話唔定一球定勝負啦。江奇單人匹馬，江奇神師啊，一腳射埋去，冇問題，領先兩球送曬啦。呢球波真係靚啊！神奇頂級超卓，任你點講都係一個世界波嚟嘅。哇！呢個波佢點射嘅？射到出嚟咧，好似好轉彎。好明顯係犯規啊！球證諗都唔使諗啊！呢球咧將個波啄上去前面啊！係過到人啦！呢個攻勢都令人頭痛噶，不過今次咧後防就應付到。嗱，俾係俾咗啊，不過真係俾得麻麻咯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索保斯拉爾、菲爾科頓、霍智星。佢係真係唔想冒險喎！哎，做得好啊，攞翻個波，咁啊幾腳傳送，希望可以組織攻勢。呢下唔得啦，送個罰球俾人。傳去嗰邊，好腳法喎！哎，守得好好啊！霍智星，霍智星唔會想輸噶。咦，控得幾靚噃？呢度嘅表現都幾穩定下嚇。反擊啦，傳埋去中路，前面得翻個守門員啫。喂，有機會啊！大家一齊追住個波啊！呢球斬高波可能冇乜著數啊！要諗下點樣可以拉近嗰個身高差距啊！Substitution for China. Number 10, Park Ji-sung. Number 47, Phil Foden. 唔好冒呢啲險啦。7, 起腳啦。爭咗啲，嗱呢個波咧射埋都幾勁嘅喎，都要撲下噶。日本領先兩球，而且時間啊剩低唔多，睇怕咧佢哋贏嘅機會都好大啊！啊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祖奧簡斯路、沙維奧，哇！想擋佢都擋唔住啊！呢個波啊甩咗出去咯！好，搶咗個波啦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呢下救命啦！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向串阵先，好系咪要起脚咧？我想追翻呢球波啊！守门员表现好好啊，做得好啊！呢个系佢哋今场第四个角球啦，对手只系得一个角球啫。中国攞到个波啦，话都冇咁快，由呢边场去翻嗰边场。
冲埋龙门道，好快又抢翻咯噃。睇下俾唔俾到个靓波先。依度亚杜沙维奥咧攞到个波啦，富安健洋好够警觉性啊！阅读球赛能力好啊吓，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咁都俾你估到啊！搵人走位，侧翼走位，穿针引先啊！好大个空位啊！埋去射佢，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。入波啦！咁样同邀请佢去起脚咧，系冇完场啦。日本今日咧踢咗一场相当之精彩嘅赛事，青翠利落啊！咁当然啦，对手就相当之冇瘾啦。江奇理所当然就系今场嘅最佳球员啦。Kimman 评一评头先场波咧。大家都明白嘅，其實咧冇失波咧，幾時都係咁重要嘅。係贏波梗係開心啦，但係能夠保持零失球先係飲得杯落。好啦，今日差唔多咧就告一段落啦。多謝啊 ，Kimman， 好高興可以同你合作啊。